好多謝曬咁多位。好，高丁呢邊。高丁呢度唔該曬。唔該。係啊，我最近身體真係唔係咁好，所以今日個樣都好腫啊。其實一路都咁因為我去咗做咗一個手術，係一個星期前。咁我個鼻哥入邊生咗一個血管瘤，咁呢個瘤咧就令導致我不停流鼻血。咁跟住醫生就幫我割咗佢啦，即刻做手術。咁同埋驗咗係良性嘅，咁 touch 都希望唔會再復發啦。不過做完手術第二日我就細造型嘅時候咧，唔知係咪冷氣勁得滯，定係不停換衫咁樣啦，就攝親喎。我當晚又發高燒，跟住發完高燒之後咧，我而家就導致我氣管敏感咧，係咁咳啊。咁所以夜晚根本瞓唔到，咁所以就導致個身體係覺得好虛弱咁樣咯，皮膚又差咗啊，又腫啊咁樣。哇！我要好好養好自己嘅身體，因為呢一套劇氣氛好重，咁係咯，希望自己到時體力會應付得到。驚唔驚影響你工作啊？驚啊！醫生解釋唔到點解啦，因為呢個係身體突然間有一個啲變化咁樣，但係就佢同我講唔好太操勞，跟住話：咦，我哋呢行好難操勞，咁所以盡量啦，盡量啦，係啊，但係呢個機會係要好好把握嘅。有的，我每年都有驗身 body check 的，那這個都是很突然發生的事，是突然間流鼻血，我以為我熱氣啦。咦，不對喎，現在查了，現在查。我以為我熱氣啦，我看中醫啦，誰知道是不好喎，後來我媽很怕我的腦有事，即是你知道流鼻血很大件事，所以她就帶了我去 check， 看專科。咁後屘就發現有血管瘤咁樣。